素媛，以后不要再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，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，即便是为了我也不行。你要是活着，还能多救几条人命。如果我的命能换你的命，也算值了。我说过了，不准再说这样的话。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比另外一个人的更有价值。哎，等一下。怎么，知道错了？你刚刚不是说发愁怎么报答我吗？嗯。给我涨工资吧。苏维安，你还真是要钱不要命啊。啊，你知不知道刚才那把枪连保险栓都没有拿？你什么时候退的学？为什么退学？我刚刚在警察局不是讲得很明白了吗？学医又苦又没钱。是啊，你这话也就片面顾云峥，你休想骗我啊。你从那么小就想当医生，你现在告诉我说你觉得学医没钱赚所以想放弃，你觉得我会信吗？苏维安，而且你苏维安哎又不是那种爱钱的人呀。我爱钱啊，特别爱钱，还非得跑到拉卡亚来赚这种惊心动魄的卖命钱，是不是因为当年论文的事儿啊？当然不是了，那是因为叔叔的意外。江江，人都是会变的，我现在就想一心赚钱，我想享受人生，我不想在那个医学院里天天苦，又没钱赚又累人。你不要在这里这么辛苦的折腾自己了好不好？你跟我回国去。江江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心疼我，但是我现在就是需要很多很多钱。